次刚关列车长的2014年5月31号，在北京板南线后山皮站7:45。这班车是207次开往顶埔顶埔的，中央列线刚刚轮刚轨时间要206，是206，那叫 C341 型哦 ，C341。2006-2005编组8000哦，这个是 C321 型，是 C341 型。2006-2005编组的高年型，刚的是九零后，在后山皮站16。拜拜，然后下面跟马站们都在丢我们的激光片。好，这边是开往南港展览馆的高亮系统刚刚刚轨是9:00，在后山皮站准备行了。往南港展览馆。209次。开往南港展览馆的高亮系统刚刚是9:00。开启车门。108-107编组。关闭车门。C32型108-107编组。还有那个单管。感谢支持以及开往杨亚东医院。我刚才想看看时间哈，我来开往亚东医院。这是 C32型158-157编组，开往亚东医院。我锻炼性刚刚我是九零后。关闭车门。229次，感谢支持，若下面跟班长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流量，拜拜。